分啊，4:02的五点闭馆，4:02宝贝的动态啊，咱们看一看宝贝坐在我们正面前，看看宝贝的吃播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，王奶爸要把这个轮胎给带走啊，要把轮胎带回去啊，白天放了，然后晚上收放啊，晚上收走。啊，您说金山仔视频啊，可以啊，下播把金山仔今天拍到给大家分享啊。放心吧，家人们，一会儿把金山仔、林林仔、欣欣仔都给大家回放一下。啊，咱今天开播有点晚哈，不好意思，家人们久等了。7:33开播，现在已经是半个小时了哈。谢谢大家到来，晚上好。对，这轮胎要早上要洗干净之后拿出来，晚上呢要拿回去啊。啊，但是猫猫不收哈，猫猫是自由外出。肯定是大海连夜编的哈，啊，福星大海哈，这个大海的妈妈，花，这个，这谁呀？樱华在这儿哈。这个是亚麦爸爸。不辛苦家们，不客气啊！再次感谢大家每天对小梁的支持陪伴，谢谢大家的到来，晚上好。啊，欢迎小奇迹，欢迎这个成都中西部米味购物广场啊，来给大家降噪一下啊！这个现场游客氛围太好了，所以说咱们现在给大家降噪一下啊。这个从成都到咱们米味购物，成都米味购物广场、到咱们神树坪基地有班车，直达2.5小时，早上7点发车，提前一天晚上购票哈。来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损多大。对呀、感谢我们的奶爸奶妈哈，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小奇迹宝贝的核心照顾啊，也祝我们的奶爸奶妈工作人员在2024年健康平安，祝他们能可以更好的去照顾我们的国宝熊猫，照顾我们的小奇迹宝贝哈。也祝我们大家年长的姨们健康长寿，健康吉祥，也祝我们大家2024年好运连连，幸福满满啊。这是王奶爸5点闭馆前4:02给我们小奇迹宝贝加餐哈。王奶爸瘦了哈。确实啊，这个作为我们的国际顶流明星，奶爸奶妈也是扛了很大的压力哈。啊，现在呢宝贝的状态是恢复了，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也是如释重负哈。以后呢咱们大家都可以快乐健康平安啊，开心的一起陪伴小奇迹宝贝快乐的成长了，啊，欢迎弗莱米姐姐回家。啊，机场去方便还是火车去方便呢？机场的话，我坐火车都可以啊。您要坐坐飞机的话，到哪里啊？坐这个成都双流机场。如果是坐火车的话，到成都东高铁站啊。然后呢，您坐班车到咱们的神树坪基地就可以了，68元，非常的便宜哈。这个有直达成都到神树坪基地的班车哈。奶爸确实辛苦了，大家看了吗？多少人呢，家人们？谢谢午后阳光姐姐的龙抬头，感谢大家宝贵的人气票哈，谢谢，欢迎林二姐回家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就是您从成都啊就到双流机场，然后呢坐高铁的话就是成都东都非常方便哈。目的地您直接到达春熙路米瑞购物广场就可以了，欢迎萍姐回家。啊，不辛苦姐姐，不辛苦家人们啊，再次感谢大家到来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我们春节期间不断播，继续分享宝贝的动态啊。啊，欢迎姐还烦着呢，姐不要烦了啊，少一丝烦恼多一丝开心啊，祝我们大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。这么多人都是来看我们小奇迹宝贝哦，大家看到吗？人山人海，名场面啊。所以说我们的宝贝动态，而且真的我说了哈，作为我们的国际顶流明星，不仅深受我们大家喜欢啊，不仅深受我们大家一亿们的喜欢，更受我们国际友人喜欢。所以我们的宝贝啊，未来可期哦，才3岁多了，还非常年轻，非常帅气。大家看一下宝贝迈着优雅帅气的步伐走来了啊，这是宝贝今天4:02，5点闭馆前宝贝加餐，咱看一下哈。明天见小奇迹哦，好嘞，祝您呢旅途平安，旅途愉快哈。明天9点入园，5点闭馆，3次加餐，11点、2点、4点，您记住这个时间段啊，这个保证您能看到小奇迹宝贝在外边，这个外边吃笋笋哦。祝福我们的美香天天宝贝们啊，祝他们健康长寿，健康吉祥，也祝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心情，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，感谢大家到来。来家人们，咱们呢啊，谢谢爽姐，感谢您的比心兔兔哈，啊，感谢，啊，不客气姐姐，祝您一路平安哈，谢谢麻花姐的龙抬头，
啊，明天见，家人们，明天见，园里面。宝贝这时候他在喝水啊，宝贝在喝水啊，家人们，我们小奇迹宝贝在喝水，大家看了吗？小嘴巴上还滴俩水珠哈。米瑞购物广场有班车，好像现在是不是全天开通了？谢谢华丽姐，感谢好啊，感谢家人们美丽的鲜花啊。啊，再次感谢大家到来，晚上好！再次感谢月儿姐，谢谢瑞子姐、荣姐、梓潼姐，还有八二三姐姐，欢迎诗学姐，谢谢林学姐、我冷月姐、微风姐、奶茶姐、如花姐、守望姐，还有九公子哥哥，还有薰衣草姐姐、爽姐、袁姐、RG 姐姐、群姐，还有鱼儿姐、香烟姐，啊，晨光姐、静悄悄姐姐哈，还有平淡一生姐姐、文潇姐、雨墨姐哈，狂拽金生姐姐啊，大大还有超超姐，用于散步姐哈，还有梧桐雨姐姐、雪芙蓉姐姐、麻花姐、萍姐、静修姐，还有蕾蕾姐哈，还有阳光姐啊，还有杨帆姐哈，平平姐，感谢作家们礼物支持，也谢谢大家宝贵的灯牌、宝贵的人气票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谢谢大家辛苦的点赞哈。来，我给他大家看一下造不造，好的呀，大家看一下现场，4点多人很多。今天5点闭馆还有很多人呢，啊，所以说今天假期啊，我们小奇迹宝贝这儿是人山人海啊。来，家人们看我们宝贝这吃相，真的非常可爱啊！来，家人们看我们宝贝帅不帅？帅的话，公屏上帮忙打个帅字好不好？感谢大家啊！这就是我们的新上熊小奇迹宝贝，2020年8月21号出生，啊，爸爸妈妈是我们的美香天天宝贝哈，继承了妈妈的漂亮的容颜，非常的美丽。啊，欢迎自由哥，谢谢萍姐的花开浪漫，感谢皮爷的支持，非常的帅气啊！来，家人们，春节快乐，春节快乐，感谢大家到来啊，晚上好，非常的帅哈、啊！我们宝贝啊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360度啊，从哪个角度看非常的帅气。大家看宝贝的脸型圆润呢、哦，啊，你看宝贝吃的还挪挪自己的小屁股啊，这个非常宠粉啊，左边看完之后呢，看右边。这个慢慢来哈。这边高铁在修，未来几年应该有更大的改变哈。现在大家如果开车来的话，是也方便。如果从成都过来有班车哈，不辛苦家人们，不辛苦啊。我们小奇迹宝贝非常的帅气啊。今天的人非常多，爆满，这个围的是水泄不通啊。大家看到了名场面，刚刚的人特别多。哇塞！咱小宝贝非常的帅啊，而且宝贝的往那一坐，有模有样啊。欢迎米六姐，米六姐新年快乐！欢迎家人们回家哈，欢迎到来，晚上好。来，家人们再次感谢咱们1124人啊，谢谢大家的到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陪伴。咱们的这个没有亮灯牌的家人们可以亮亮宝贵的灯牌啊。啊，有人气票的家人们可以帮忙飘一张啊，咱做个六榜数据好不好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哈。啊，没有飘的人气票可以帮忙飘一张哈，咱们做一个六榜数据，一张就可以了，感谢大家。对，长得特别像美香妈妈哈，谢谢大家的礼物支持，感谢大家辛苦的点赞。啊，谢谢我妮娜姐的66张人气票啊。啊，感谢大家辛苦的点赞啊，谢谢大家哈。对，我们的美香宝贝哈。拽下来哦！啊，大家看了吗？谢谢珊珊姐，感谢您的66张人气票。这个平时人没有这么多啊，欢迎安琪儿姐姐。帅哥！啊，谢谢小爱姐的龙抬头啊！啊！小鸟眼圈，对呀、啊，非常的帅气啊！欢迎狗哥。好久不见，狗哥来了啊！欢迎家人们进直播间，晚上好，新年快乐！谢谢杏花姐，感谢您的龙的传人，感谢所有家们礼物支持。宝贝非常的帅气啊，坐在自己的山头上面，这是个帅气的王者啊！啊，欢迎熊猫爱国，欢迎家人们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啊，暖暖。啊，你们聊天的姐是吧？暖暖是在咱们南京对吧？啊，咱们有时间到时候去南京看看啊。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家人们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宝贝非常放松哈、啊。这是今天大年初二哈、啊，谢谢最浪漫，感谢姐姐的龙抬头，欢迎唐姐。
也谢谢大家宝贵的人气票哈，感谢所有家们的礼物支持，辛苦了家们。嗯，这是我们小奇迹宝贝今天五点闭馆前4:02啊，4:10宝贝的加餐啊、哦。新年好，姐姐，新年好，脸变黑鼓啊！哎，祝您新年快乐啊！感谢家人们的到来啊！谢谢岁月姐的188张人气票，感谢姐姐。啊，感谢熊猫爱国姐姐的永生花，感谢姐姐，祝您集所直播间的家人们，祝大家啊开心健康，2024年好运连连，幸福满满啊！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！谢谢大家到来。熊猫是。也算是熊的亲戚，他们爬树可以爬很高，跟猴子差不多吧。猴子离得有点远，非常的帅气啊，非常帅气，宝贝哈、啊。爬得更高，对。没有，泰山没有生病啊，一会儿把泰山给您分享一下。我们刚刚泰山宝贝的已经分享过了啊，啊，一会儿给大家分享好吧？啊，再次感谢熊猫爱国姐姐的。啊，这个永生花啊，感谢姐姐的礼物支持，谢谢绿叶姐的比心。啊，您录屏发作品了，好嘞，姐姐，这个等下播啊，我给您分享原视频哦，好吧，每天都会分享原视频的，好吧，这个下播我给您分享，给大家分享啊。啊，再次感谢大家到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陪伴，晚上好。啊，宝贝没有生病啊，一会儿咱们马上看一下泰山宝贝哈，小奇迹宝贝分享完之后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，郭宝熊猫哥哥啊，啊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到时候给您回复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大家的到来。小奇迹宝贝非常的帅啊，非常的帅。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现场的游客朋友呢，很多都是来看我们小宝贝啊，所以说啊，这样也好啊，好处是在哪里啊？更多的人来关爱我们的小宝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啊，更多的分享给更多的家人们，让大家更好的关爱我们的郭宝大熊猫哈啊 啊！再次感谢啊，再次感谢这个，感谢哥哥哈、啊，熊猫哥哥，感谢家人们的所有家人们的礼物支持啊！谢谢大家到来，晚上好。嗯，游客多是好事啊，家人们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关爱关注我们的郭宝大熊猫啊，比如说我们的主播。啊，谢谢雪晶姐的爱的纸鹤啊！说心里话，这个，主播多也好啊，这个游客多也好啊，为什么呀？才能更多的人去分享作品，分享宝贝的动态，分享园里的环境情况，这样才大家呢才能更好、更真切的了解宝贝的生活状态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这个好的一面啊，一是非常喜庆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所以人比较多啊。嗯，谢谢大家点赞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陪伴。大家看我们宝贝，这是4:02啊，啊，给大家再看一下，马上宝贝找到笋笋了、啊，正坐在前面吃哈，所以有时候看问题的话，家人们确实现场有一点热闹，但是吧，人多力量大哈，对不对？团结才是力量啊！证明这么多的朋友们都是关爱或者这个喜欢我们的郭宝大熊猫的，是吧？所以说啊，欢迎虎妹姐的龙抬头。嗯，是好事哈、啊，是好事。就像我们大家越多的人到来观看我们的郭宝大熊猫，才能更好的了解宝贝的真实动态啊，啊，这样网上造谣，大家也不会受到影响了啊。所以说，咱们传播正能量，关爱我们的郭宝大熊猫，关爱我们的小奇迹啊，关爱我们的祖国，热爱我们的祖国哈、啊。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吉祥，祝大家万事如意哈、啊。谢谢秋天姐的龙抬头，嗯。所以，我们宝贝现在状态越来好哈，状态越来好。来，家人们，这个感谢啊，感谢郭宝熊猫哥哥的188张人气票。咱们是7:33开播，现在是8:21哈，还没有一个小时。谢谢，感谢学姐的，感谢学姐的龙胎龙的传人哈。咱们的家人们，看我们宝贝帅不帅啊？这个宝贝帅不帅？家人们，帅的话，公屏上帮忙打个帅字好不好？我们小奇迹宝贝哈，这。迈着优雅帅气的大长腿大长腿啊，哎呦妈呀，这身段，哎呦宝贝啊，这是啊，感谢苏菲姐的龙抬头啊，欢迎静悄悄姐回家。这给大家再回放一点点啊、哦、稍等啊家人们，再回放一点点啊，看我们宝贝帅气的一块啊。啊，这个
郭宝熊猫哥哥家人们都不需要录屏哈，我到时候下我们的小奇奇宝贝没有一米九也有一米八九啊，非常的帅气，因为拥有一副美丽的大长腿哦，继承了妈妈美丽的容颜，非常的漂亮啊，这是我们帅气的王者啊，祝我们宝贝2024年越来好，开心健康快乐的生活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国宝大熊猫啊都可以平安健康，感谢麻花姐的龙的传人啊，再次感谢大家哈、啊、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哈、啊、也感谢我们大爱的平台，谢谢大家哈、啊、再让我们茫茫人海中啊相识在直播间，谢谢大家的到来啊，我们今天是春节的第二天哈、啊、祝福我们大家啊可以龙年吉祥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哈、啊，谢谢大家，也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。小奇奇宝贝非常的帅哈，非常的帅，啊啊，趴着前进那个视频是吧，米奇姐？啊，谢谢水晶姐的龙抬头，啊，您说趴着前进那一块吗？嗯，好了，一会儿咱们稍后我给大家再次回放啊，咱们今天先把名场面看完之后呢，一会儿再次会给大家回放哈、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关爱我们小宝贝的。所以说啊，有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比较晚一点的，咱们会稍后再次回放整天一整天宝贝的动态，好吧？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是啊29万赞哈、啊，大家辛苦一下啊！欢迎毛发财姐姐，咱们一起动动发财汹涌的小手，咱把赞赞一起双倍点赞，倒计时帮忙把赞赞点到35万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哈、啊！来，倒计时3、2、1，感谢家人们的点赞。哎呦，真是好数字哈、啊！祝咱们1177，祝咱们1177人，祝我们大家2024年好运连连，一顺百顺啊，福气满满啊！感谢家人们的到来啊啊，真的是好数字哈、啊！祝我们大家2024年越来好。嗯，宝贝非常聪明哈、啊，是的，我们宝贝啊，这个不仅年轻啊，而且呢，非常的乖巧懂事啊。不展出期间那段时间，宝贝呢每天坐在家门口正对着我们吃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完全展出，而且是。已经完全适应环境了哈，所以说看到宝贝的状态越来好，我们家人们姨们也就放心了哈。啊，非常的非常的可爱哈，非常的可爱。啊，再次感谢郭宝熊猫哥哥、月儿姐、瑞子姐啊、荣姐、弗莱米姐姐以及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礼物支持啊，也谢谢大家辛苦的点赞哈，感谢大家宝贵的人气票爱心。咱们这是今天4:02，宝贝的动态，给他放一下声音，看看有没有。有没有吵闹声哈、啊？因为游客朋友现场太多了。来看什么？5点闭馆前啊，给大家先降噪吧。啊，现在是人山人海啊，现场是人山人海。所以说春节期间啊，非常的热闹啊。咱现在给大家降噪，因为本来想让大家听吃笋笋的声音哦，但是昨天的有啊，咱们先看今天的好吧？谢谢学姐的。捏捏小脸哈，感谢姐姐，感谢家们所有的礼物支持。对呀、啊，好多人来看我们小宝贝啊，5点闭馆前还有很多人呢。现在人多嘛？哎呦，这两天人是真的很多啊。昨天大年初一人就不少，但是今天初二啊，人特别多。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呢，谢谢啊，感谢米粒姐，谢谢米粒姐的繁花蜜语哈，感谢姐姐，感谢家们的礼物支持。谢谢瑞子姐的捏捏小脸。小玩具有吗？有啊，就是您刚进来是吧？稍后啊，一会儿给大家再次回放啊。这个您说的是两个小猪篓里边放的苹果哈、啊。啊，欢迎 ADY 姐姐，晚上好。嗯，哈哈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家们的到来哈。啊，你的大眼睛姐姐，对我们现场见了哈。今天咱们好多家人们来哈，感谢大家对小梁支持陪伴，也谢谢大家对我们小奇奇宝贝的关爱哈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啊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咱们神树坪基地哈，谢谢大家到来，晚上好，感谢姐姐的龙抬头，晚上好姐姐，嗯，啊，祝福我们的美香天天宝贝哈，祝宝贝健康长寿，健康吉祥，我们的宝贝啊在咱们的飞展区哦，大家可以在咱们抖音公众号，在咱们某博公众号。可以看到我们美香天天宝贝的动态哈，再次祝宝贝们健康长寿，健康吉祥，感谢我月儿姐的捏捏猫脸啊，感谢姐姐的到来，晚上好。初十去看啊，过完假期人就少很多啊，平时人没有这么多啊，只有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放假了，时间呢都比较宽松，对吧？所以说
您初十过来的话，十号过来啊，这个还是蛮好的哈。现场看宝贝更帅气。那对，这个现场大家